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平时啊，不要有一些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吐口水哈。口水呢，就是不要经常的吐啊，事实上就会伤害到身体。那我们那个嚼那个赤龙的时候的话呢，口里面会产生很多口水，这时候吞下去的话呢，能够补充体液，让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呢。我看中国人这个活字啊，是舌旁有水才是活，所以事实上这个口水是比较很重要的啊。能够经常的做这个养生八段锦的话呢，可以让我们五脏六腑得到柔和的按摩，也会让我们呢气色比较好，并且呢那个及时排走垃圾，不会产生粉刺。从呼接下来的话呢，应该就是调呼吸了。呼吸的话呢，我们有六个字，我们看那个孙思邈的养生歌：春虚明目夏喝心，秋夏冬吹肺肾凝，四季长呼脾化实，三焦息出热难停。这里面就是讲什么，春天的时候我们要多念这个虚字，就能够让我们眼睛明亮，让能够排掉多余的肝气。夏天的时候多念这个喝字，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火啊能够消掉。秋天的时候呢要多念那个夏，冬天呢多念吹，然后呢夏与肺相配，吹与肾相配呀，就让我们呢肺和肾都比较安宁啊。所以虚属肝，喝属心，呼呢就属脾，夏呢就属肺，吹呢就属肾，息呢就属于三焦，都能够及时的调理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那么它的做法是这样子啊，那么应该是最好是能够站着做是比较好的。上午的时候如果你来做的话呢，就应该是面向东方，午时以后啊，上午11点以后呢，下午啊晚上啊都应该是面向南方，然后比较自然的站立啊，然后放轻松一点。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个吸气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应该是能够把天地的清气啊吸进来，调理我们的五脏六腑之气啊。呼气的时候呢，就是把五脏六腑之中多余的浊气呢呼出去，并且是除了两个字啊，那个一个下一个吹，这两个字呢可以听到短促的声音，其他的应该是没有声音的啊，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口型一个气流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念嘘，然后这样的话呢，春天的时候这样子念的话呢，你念这个虚字啊，一个气流出来的话，然后那个肝呢它会调柔，然后的话呢，眼睛呢就渐渐的睁大。做几次以后呢，如果你肝热的话，就会体会到这个眼眶啊是火辣辣的了。夏喝心，夏天就念这个喝字这样子。然后呢，秋天的这个夏，这个是比较很短促的一个声音，可以听到一个音声的。冬天念这个脆，这个也是比较短促的，因为它都是调理肺和肾的。一年四季呢都适合于经常的念这个呼字，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它可以让我们的脾脏啊增强功能，能够促进消化功能，吸收食物啊。三焦息出热难停呢，三焦里面呢有那个多余的浊气呢，念这个息字，这样的话呢就会让里面的浊气排出来。事实上虚以散痰，喝以去烦，夏以除倦，吹以去寒，呼以去热，吸以去痛。如果痰多啊，多念这个虚字是起作用的。心里面烦乱的时候呢，多念喝字是可以把心火去掉的。疲倦的时候呢，念几次短暂的夏就可以消除疲劳。因为你疲劳的时候是有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有可能是这个肺呢它不能够及时供氧了，然后呢如果寒气重呢，就可以多念这个吹字，
虚啊、那个吹以去寒，呼以去热，脾比较虚，然后呢这个食物的热能呢无法及时转换了，就多念呼字啊。如果痛的时候呢多念息字，那么底下这个应该是它具体的用法了。春虚明目，目浮干，夏至喝辛，火自燃。春天的时候呢能够多念这个虚字啊，就能够让我们那个眼睛比较明亮，并且呢肝气呢就比较调和。夏天的时候呢多念喝字呢，就让心火多余的心火呢能够排掉啊。所以事实上呢六字诀呀，对于很多的病，比方说高血压呀、青光眼呐、慢性肝炎呐、神经衰弱啊、肺气肿啊、口腔溃疡啊等等呢，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药师法门里面它有讲一些配合一些动作，也是有一个口诀的，你念某一个字要用一个什么动作，这个呢也，但是呢我想我们不用了，我们就这么念也是可以的哈，简单化一点。然后呢能够把体内五脏之中有余的浊气啊排出来，并且呢调理五脏六腑，使我们的机体啊达到心力平衡啊。春天属木，所以呢多念虚字就能够呢明目啊，能够养肝。夏天呢属火，多念喝字呢就可以除心火啊。秋天属金，多念夏字呢就可以润肺。冬天属水呢，就多念吹字就能够滋益肾水，温补肾。三焦之中念息字能够除烦。阴阳四季呢多念呼字就能够有利于脾胃的运化啊。三焦息出除烦恼，四季常呼脾化餐啊。所以底下呢就是讲的一念法了，切忌出声闻口耳，其功由肾保神丹。不是不是出一个声音，而是气流的声音。这样子呢是我们能够上座之前呢希望要能够那个坐得比较安稳的话呢，先做做这个调气的方法的话呢就会坐得比较安稳了。然后呢或者呢是在上座以前呢就先站着先练习一下啊。那么当然也可以预备的先做一下那个叩牙齿，叩齿36次啊，然后呢刺龙搅海了9次啊，把口水呢把那个玉液呢吞下去，然后呢再来做，一般都是鼻吸口呼。所以呢吸就是一种方法，呼呢有6种气流声，顺腹式的呼吸法啊，那么就能够吐出呢相应的脏腑多余的浊气啊。吸气呢就能够徐徐地吸进天地的清气啊，补体内脏腑的正气啊。那么具体的做法呢是如果是我们只是保健的话，身体本来就健康，那么你的做法呢事实上就是春天的时候啊念那个虚字呢12次，那么其余的5个字呢都念6次好了。还要注意的一点呢是每一个字念完以后啊要自然呼吸2分钟，就让这个脏腑之间呢它有一个调和的机会，你不要一个字接一个字来。夏天的时候当然就以此类推了，也是这个喝字呢念12次，其他的呢就6次。秋天的时候就念夏啊12次，其余的呢6次。冬天的时候就念吹字12次，其余的6次，就能够呢很柔和的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呢跟随季节来调整啊。当然也有一些是说身体不好，那希望透过这么一些字来调理的话，那么就是如果是有那么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见证治脏法，一种呢是相生相克法。见证治脏，如果是肝病你就多念虚字，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虚字呢连续地念36次，尤其是那个慢性肝炎呢，小三阳大三阳呢，每天早上面向东方念那个虚字36次，慢慢地练习的话呢，会能够让我们肝里面的热气呢排掉。要相信人体的智慧，不要单单相信医药哦。事实上呢，医药副作用是很大的，我们要把自己的体内的正气呢扶起来啊。然后呢，其他的呢，念这个虚字36次以后，其他的呢还有5个字呢，都只要念6次就好了。有一个医学家呢，他在佛教里面学了这个6字诀以后啊，他觉得很有用，他就做了一些记子来概括。眼中赤色兼多泪，虚之力去如有神，眼睛红肿，并且呢，或者是眼泪很多啊，然后呢，或者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屎很多，那么干热的话呢，要能够多念虚字啊。心源烦躁急需喝，此法通神更莫过。喉声口痰定热痛，一一目下自安和。这个是讲如果心火重的时候，心火上炎呢，产生口腔溃疡啊，那口腔溃疡一直好不了，吃很多药也好不了，消炎呢，打针呢，还是有溃疡。那么你其实呢，只要多念一下这个喝字就好了，多念喝字呢，把心火就可以散掉，然后呢，念下字呢，就是那个肺气绝呀，能够调理肺气呀，肺中气促自生炎，胸膈繁忙上焦痰，若有肺病即休下，用之目下自安定。如果肺方面的毛病，气管方面的毛病呢，多休这个下字啊，或者痰很多啊，这些都可以用下字来帮助人体恢复健康。然后呢，肾方面的呢，比方说耳鸣啊，腰酸腿疼啊，或者是身体里面有寒气呀，寒气事实上如果你是油性皮肤，这个是有寒气啊，少白头这个应该也是有寒气。寒气事实上呢，就是金克木啊，把肝也伤到了。这样的话呢，多练习吹字是有帮助的。然后如果是腹泻呀，拉肚子啊，或者虽然没有这些，但是这个肚子里面老是听到这个肠子咕咕叫咕咕叫，这个呢事实上呢就应该多念这个呼字啊，加强脾脏的功能呢就可以帮助到了。泻利肠鸣并腹水，即用呼字免沉殃。息字呢是调理三焦的，这是顺着这个疾病呢来用相应的字。还有一种是相生相克法，相生的比方说心火亢奋，这个是结果啊，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因为肝木生心火，太疲劳了，那么呢肝就热了，肝热以后的话呢就生心火啊，所以就产生口腔溃疡。这个时候呢要练习两个字，就是那个虚和喝，喝呢是心火是结果啊，那然后呢肝热呢是产生的根源呢，所以呢肝是母，那么心火呢，肝热是母啊，心火上炎呢是属于子，所以要母子两个字呢都用。那么就练一下虚字和喝字呢，每个字可以念12次到24次，然后呢呼长吸短就可以调理好。相克的方法，比方说脾的吸收功能不好，那么呢是属于肝木克脾土啊，疲劳的时候没有胃口，或者呢发过脾气以后没有胃口，那怎么办呢？那么一个方面是应该按一下太冲，把这个肝的多余的热排掉，按一下太冲，然后呢再念这个虚字
来泄肝气，多余的肝气泄掉了，那么呢土和木平衡了，那么脾的功能就正常了。还有一些是有一些是肺病，肺病呢它是因为心火行肺经呢，火呢太盛了，来克精，这个时候呢就多念喝字来泄掉心火，念喝字，比方说念12次，然后呢把心火泄掉，再来念一下与肺相关的下字，然后呢就可以调理好肺方面的毛病。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六字诀呢是主要是以泄实症为主，如果身体是非常非常虚的话，那么要谨慎一点用。然后每一天早上练习完以后的话呢，可以喝一点点温水啊，然后呢就再打坐，这个是调息的初步的方法啊。隋朝末年呢，有一位天台宗，有一位大德叫做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三祖。他俗家有个哥哥呢，在朝廷里面做武将啊。那么有一天就遇到仙人张国老，然后这个张国老呢就看到他这个相啊，马上就跟他说：“你的寿命只有一年了，你还做什么官啊？赶快回家去。”然后呢，他就很害怕，就跑到那个天台山来找他弟弟啊，找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就教他这个六个字：虚喝呼下吹息。他每一天每一天都会练习啊，然后第二年呢再见到张国老的时候呢，张国老就觉得很惊讶，说你本来寿命只有一年了，我们觉得都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相貌都改变过来，并且已经延长寿命12年了呢？然后智者大师哥哥呢就告诉他，是因为有练习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六字诀的缘故，所以呢就能够转变身心气质，加强五脏六腑的功能，并且到他临命终时啊，头脑很清明，自己呢都能够知道，他临要终时呢，他就自己能够看得到，好像他要升的那个天宫啊在他眼前就显现出来，因为他五脏六腑很清净啊，调理好了。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六个字不要小看它，虽然是比较很简单，但是呢如果你天天坚持做的话呢，胜过你吃补品来调理五脏六腑。并且来说，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身体呢如果非常差的话，五脏六腑里面的功能很紊乱的话，你要临命终时头脑都不能清醒啊，迷迷糊糊的怎么可能往生呢？头脑不清醒的话，容易入三恶道啊。所以事实上身心呢都是相依的，我们要能够把身调理好以后呢，将来清醒的走一定呢能够升善道，来自于升极乐，迷糊的走呢要升善道的机会就很少了。法救尊者在他所做的呢五世毗婆沙论里面有说啊，入佛法有二干入门：一不净光，二持息念。一不净光入佛法者，光所照射；一持息念入佛法者，光能照风。我们要进入佛法有两种好像甘露一样非常殊胜的能够让我们呢与佛法相应的方法，一个呢是修不净光，那么是所照的色法，观察我们的身体不净；还有一种呢是能照的风，那么是透过修呼吸来入佛法。药师法门里面还要讲到一种是12种息来治疗各种病，又有什么病呢要念哪一个字，12种息啊，但是那个呢就比较复杂然后调心的方法呢，应该是要能够保持心理平衡，要能够呢常服四君子汤，
啊，不是那个重要的四君子汤啊，事实上它是指我们调心的方法。君子量大，小人气大，君子不争，小人不让，君子和气，小人斗气，君子助人，小人伤人，这个是四君子汤啊。那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是量大还是气大，是和气还是斗气。事实上呢，要佛弟子呢，每个人都要能够做君子，然后呢调身调息调心都能够调好的话呢，就能够善调易乐，能够呢定慧等持。底下的经文是：受持学处，无有毁犯，正见多闻，解甚深意，离真善慢，不谤正法，不为魔谤，见次修行，诸菩萨恒，速得圆满。在如来的正法之中呢，前面讲过了啊，那个人呢他业障很重，但是呢他闻过药师佛名，虽然不能够马上把行为转过来，因此堕恶道了，但是呢堕恶道之中能够忆如来名呢，马上呢就能够还生人中，再来以后的话呢就能够正见精进，善调易乐啊，并且呢受持学处，在如来正法之中啊，受持种种的戒法，都能够呢清净的手持不犯戒，而且起正见，求多闻，能够明了理解切经的甚深义理，远离真善慢，不会诽谤正法，不会呢做魔的谤党啊，不为魔谤，并且能够见次的按菩提道自力来修行，能够行菩萨道，菩萨的六度万恒可以迅速地得圆满，速得圆满。那么底下是第三，灭度爱罪，得解脱意，能够消灭嫉妒障碍的罪，能够得到解脱。复次慢疏势力，若诸有情悭贪嫉妒，自赞毁他，当堕三恶趣中，无量千岁受诸巨苦，受巨苦以重彼命中，来生人间做牛马驼驴，横背鞭挞，饥渴逼劳，又常负重，随路而行，获得为人，身居下贱，做人奴婢，受他屈辱，恒不自在。那么释迦如来再一次呢叫着行法者的名字说，慢疏势力呀，如果有一些有情众生呢，他悭贪嫉妒自赞毁他呀，就是今生造的恶因呢，将来呢得到的恶果呢，异俗果呢，就是当堕三恶趣中，就会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面去，无量千岁受诸巨苦。悭贪，悭就是对于自己所有的不愿意布施，贪呢对于自己所无的想贪为己有，巧取豪夺。嫉妒呢是因为从悭贪烦恼而引申出来的啊，看到人家有圆满的事情，有好的事情呢，他起嫉妒的障碍，不能够随喜。然后因为嫉妒呢，他更进一步呢就会自赞毁他呀，必然呢就会自吹自擂呀，能够自己呢就吹嘘自己，好像老鼠爬秤杆呢自吹自赞，自称自赞一样，并且呢同时呢就会毁谤他人，因此而勾心斗角，造种种的恶业。那么事实上悭贪嫉妒自赞毁他呢是有一重一重的因果关系啊，越来越重，因为悭贪所以嫉妒，因为嫉妒呢所以进一步自赞毁他，在菩萨戒中啊自赞毁他是重戒，所以呢就会
堕三恶道之中。这些罪恶极重的众生呢，将来呢就当堕三恶去中，经过无量千岁受尽诸邦的惨痛巨苦，受完地狱恶鬼道中的巨苦以后呢，从彼命中来生人间，在人间呢还会做畜生啊，做牛马驼驴，这个呢是余报啊，是领受等流果啊，恶业的余报啊，做牛做马做骆驼做驴子，横被鞭挞，经常被人鞭打，这个鞭打呢鞭挞呢也是属于因为嫉妒而导致的领受等流果，横被鞭挞。饥渴逼老呢是因为悭贪所导致的领受等流果，经常被饥饿和干渴呢所逼老，在畜生道之中啊不得自在。又常负重，经常要运载重物随路而行，就算升到人间来呢也是身居下贱，身居下贱呢，住的环境呢，居住的环境呢很差，这个是环境的增上果啊。做人奴婢呢，这个是也是等流果啊，自赞毁他的领受等流果，受他驱欲，受他人所驱使，恒不自在啊，一点自由都没有，一辈子呢即使升到人间来呀，也还是呢身居下贱呢，愚笨没有才能，一辈子呢做人的奴婢啊，做人的用人呢，受他人驱使得不到自在。在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呢，上面有说到有一个夫人呢，有个贵夫人呢，她有五个那个婢女啊，这个五个女子呢都是石女，石头的石啊。那以前的人呢，就是把这个不能生小孩子的女子啊叫做石女。然后呢后来这个贵夫人有机会遇到佛陀，然后呢请佛陀说法，佛陀观察因缘就跟他说呢，你那个五个使女啊前身都是你的老师因为他们有那个悭贪嫉妒自赞毁他呀这样子的过失呢并且的话呢没有解脱虚耗信施啊，这样的话呢转生到今生就是比较愚笨，并且的话呢以前很傲慢呢，所以今生今世转过来呢就地位很低贱了所以宇宙的法则是平衡的，你这头翘起来那么那头呢就低下去了，你自己这头你今生今世你这头自己翘起来，不是人家恭敬你，你自己呢很傲慢翘起来，那么你下一辈子呢肯定就低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宇宙的法则是平衡的啊，如果自赞毁他只想高高在上的人呢，他的果报呢反而是身居下贱被人欲食好像那个未曾有因缘经上面所说的一样啊。所以这个贵夫人听了佛说法以后呢，回去呢就马上要辞退这个五个女子，说不敢用他们，然后呢这五个女子就说我们去哪里啊，没有地方去啊，然后就痛哭起来，后来遇到佛陀呢说法呢，然后他们才知道前生的因果，然后痛切忏悔事实上呢我们要能够转嫉妒为随喜功德，不要有嫉妒障碍，不要有自障毁他，也好像印宗法师与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印宗法师是慧能大师的受戒的师父，那么他为六祖大师受戒以后呢，回过头来又拜六祖大师做师父跟他学禅法，并且呢支持他弘法，所以六祖大师弘法43年呢，度无量的众生呢，印宗法师呢都有同样的功德，因为他能够修随喜啊，又能够好像盘头达多与鸠摩罗什法师一样鸠摩罗什法师最初是跟随盘头达多尊者呢学小乘法，后来鸠摩罗什法师学了大乘法以后的话呢，盘头达多又反过来拜鸠摩罗什法师做师父，这样子的话呢
来修随喜功德。若昔人众成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由此善应今复意念，自信皈依，以佛神力众苦卸过，诸根充力，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常遇善友，永断魔眷，破无明窟。那个字上面，那个书上那个字是印错的哈，不是一个古字啊，其实就是一个壳啊，鸡蛋壳那个壳字啊，但是应该念窟。破无明窟，解烦恼河，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愁苦恼。这个人呢，如果他往昔的时候啊，生在人中的时候啊，曾经听闻过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呢，由此宿世所习的善根呢，现今又能够呢意念药师佛名，生惭愧心，自心皈依药师如来，那么以此神力啊，以佛神力啊，众苦解脱，以佛陀的威神慈悲之力的加持呢，无边的痛苦都能够得到解脱。诸根充力，那么往昔呢是正报残缺的诸根不具的，现在呢能够转为今日的诸根圆满，转昔日的愚痴鲁钝呢，成就今日的聪慧力根，叫做诸根充力，智慧多闻，恒求殊胜的佛法，常遇善友，永断魔眷，经常执遇善知识。这个常遇善友啊是很重要的，有善友提携呀、古德说恶缘偏盛，善友很萌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修行的障碍。要说恶呢好像缘分还很好，要修善呢障碍很多，善友很逢，所以药师佛他的愿力威神呢加倍我们能够常遇善友啊，这个是极为殊胜的。在图美仁波切的佛子恒三十七颂上说呢，交尽彼此增三毒，并减闻思修事业，人转慈悲灭尽德，离恶有为佛子恒。对于一个尚未成就的修行人来说呢，必须要能够远离恶友啊，否则的话呢修行就难以增上，反而呢会因为恶友的诱惑呢增长自己的贪嗔痴，减少对佛法的闻思修，慈悲心也会越来越少，渐渐的就会变得麻木不仁，这些都是因为恶友呢用不正确的知见来诱惑干扰而导致的过失啊。好像中国人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能够呢交善友，所以要能够既常远离恶之时，永离一切诸恶道。远离愚谤呢是我们修行道上没有违缘，然后依止善之时呢是我们修行道上呢成就顺缘，一止何则灭罪过，功德真如上弦月，圣善之时比自身尤为爱众佛子恒。一止善之时，以善知识的加持引导，使自己能够精进于闻思修，能够消尽往昔所造的罪业，能够戒律清净，慈悲心增长，各种功德犹如初一到十五的上弦月一样不断地增长，来自于圆满。所以对于殊胜的善知识要敬爱尊重，超过于自身百倍。因为善友的教化引导之力能够树立正见，能够永远地断除魔外邪见的罗网，叫做永断魔眷。魔外邪见呢，外道的邪见，这个我们容易理解，魔是指什么？事实上就是指世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学说，它只是断见或者常见，误导众生。破无明窟，解烦恼河，
破无名窟是说什么？我们看原来那个孵小鸡哈，你看以前那个农村里面孵小鸡，一个鸡蛋，哎，那母鸡孵在这个蛋上面孵小鸡，哎，那么众生也是如此啊，众生呢被烦恼无明所束缚，在这个无明里面，现在里面呢，就好像小鸡在蛋里面包着一样啊，它不能解脱自在啊，被无明烦恼呢所蒙蔽，不能解脱自在。也正如小鸡没有孵出来以前呢，闭在蛋壳里面呢是黑暗的，不自由的，那么能够赞成药师佛的加倍之力呢，就能够破无明窟。禅宗里面讲叫做鸡啄同食啊，就是说那小鸡要孵出来的时候呢，这母鸡知道了，知道这个小鸡差不多要可以孵出来了，差不多里面的羽米里面已经长好了，然后呢它就会，母鸡在外面呢用那个嘴来啄，小鸡在里面也啄，然后呢这个蛋壳裂开了，小鸡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啄得太早了没有用啊，这个小鸡会死掉，啄得太晚了的话呢，小鸡也会受影响，所以要能够鸡啄同食啊。这是禅宗里面讲那个善知识能够观察弟子的根基啊，弟子如果开悟解脱的机缘成熟了，就方便接引他，就好像小鸡呢在差不多要孵出来的时候呢，母鸡在外面啄一样，让小鸡能够破壳而出啊。那么我们赞成药师佛的加倍之力呢，也能够破无明窟啊，解烦恼河，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三惑的烦恼呢，能够使众生呢常轮苦海，在烦恼的大海之中漂流，好像河一样，叫做烦恼河、生死河。现在赞成药师佛的威神加持之力呢，能够勤修戒定慧、三无漏学，能够断三惑，然后呢令烦恼生死的河流枯竭，解烦恼河。无明烦恼是众生生死的根源，现在能够破无明窟解烦恼河，当然一切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呢就能够完全解脱了啊，就能够呢断三惑，离分断生死、变异生死，就能够呢圆正三德，成就圆满的究竟的佛果。以下是第四种利益，灭老害罪得安乐意。复次曼殊室利，若诸有情好喜乖离，更相斗讼，老乱自他，以身语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饶意事，互相谋害，告召山灵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药叉罗刹婆等，数怨人民，作其形象，以恶咒术而咒诅之，厌昧古道，咒起尸鬼，令断彼命，即坏其身。那么呢，这个是第四种啊，药师佛加持呢那些颠倒的造恶业的众生呢，加持他们能够解脱啊。你看这里面列举的都是一些颠倒众生呢所做的恶事坏事，事实上呢，药师如来他灭恶让众生得解脱的利益呢，第一种呢是断贪，灭贪令罪得能施意啊。第二种是断痴，灭毁犯罪得持戒意。第三种是断慢，灭度爱罪。第四种呢就是断称啊，灭老害罪得安乐意啊。所以事实上你看，药师佛就是非常巧妙地帮助我们断贪嗔痴慢。那么这个第四呢就是断称啊。释迦如来再一次呢叫做曼殊师利的名号，说若诸有情好喜乖离呀，有些有情呢他
喜欢唱对台戏，喜欢离间，喜欢争斗、诉讼、咒诅、谋害等等种种的不道德的行为呢，都是因为嗔恨心。也可以，那么呢，这一类颠倒的众生呢，也可以因为念药师如来的名号呢，而能够转过来，能够呢，得到安乐。那么能够熄灭嗔恨心啊。事实上呢，我们前面讲的药师如来健康长寿七法呢，是讲人与自然和谐，就能够身体健康无病苦，是修身的。这里面说药师佛，我们能够得闻他的圣号呢，能够得到四种灭罪的利益。总结来说呢，其实就是讲人与人和谐，就能够心灵健康无烦恼，这个是修心。关键的就是转自己的凡夫心、生灭心为佛心，成就呢不生不灭心，显发不生不灭的真如妙心。能够呢断贪嗔痴慢疑啊。那么底下的经文就是讲，闻得药师佛名呢，能够得自在，能够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利益。这个是讲人与真如佛性相和谐，就能够灵性健康出轮回，是侧重于修性，开显菩提自性。所以事实上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修心的方法，人与人和谐的方法。我们众生呢，在人世间呢，容易起贪、起嗔、起痴、起慢，造种种的恶业。药师佛呢，能够加持我们转变过来。那么众生呢，如果不了解药师法门，也不了解佛法，嗔恨心很重呢，彼此之间呢就不能够和睦的相处，不能够宽容互谅，就会产生种种的争斗，好喜乖离呀，好生是非。喜呢就是喜欢对着干，乖呢，乖就是背靠背呀，违背的意思，互相违背，唱对台戏。离呢就是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更相斗讼，扰乱自他。因为有嗔恨心呢，所以呢去搞种种的挑拨离间，然后呢更进一步发展下去呢，就是互相打斗乃至于呢打官司诉讼，结果呢是两败俱伤啊，扰害自己，扰乱他人，彼此呢都痛苦不堪，以身与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在身与意用身与意呢去做了种种的恶事，人与人不能够和睦相处，就造成家庭的纠纷、社会的动乱，国家与国家不能够和平共处，就会引发呢战争。现在的人呢都没有什么耐心，然后呢离婚率就很高，一不如意呢就离婚，好像换一件衣服那么快。但是事实上离了婚以后，下一个会不会更好呢？不会，恐怕都是一个比一个差。事实上呢，这说明现在的人的修养啊，各个方面呢，不是提升了，而是呢下降了。互相斗讼的众生呢，以身与意呢造作种种的恶业，你伤害我，我伤害你，辗转的报复，经常在做一些不饶益众生、伤害众生的恶事，或者公开，或者暗地里呢互相谋害互相谋害，告召山林树种等神。人与人起斗争以后呢，那个有势力的、有力量的，就会直接谋
直接呢伤害对方，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憎恨心又很难平息下来的呢，就会另外去想一些邪恶的方法。底下的这个呢都是列举一些邪恶的方法，告招山灵树种等神，就是呢去拜一些山精树鬼，有鬼木啊，那个依草附木的鬼神呢就会去找他们，然后呢也会去找那些坟墓之间的鬼神种啊坟墓，告召山精树鬼，坟墓间的鬼神呢向鬼神呢哭诉，然后请鬼神帮忙来报复仇人，这都是做的颠倒事情啊。杀猪动身，取其血肉，祭祀药叉罗刹婆等，这个又是另外的一类的众生，他就会去恶善加恶啊，就会去造杀生业，杀牛羊鸡等等众生呢，去取其血肉啊，取那些众生的血肉呢来祭祀恶的药叉和罗刹鬼等。药叉呢它有善的药叉和恶的药叉，那么像那些药叉和罗刹鬼呢献媚，请他们伤害仇敌。夜叉亦为劫吉鬼呀，分为天行夜叉、空行夜叉，然后呢地行夜叉等等啊，也分为善恶啊。罗刹鬼呢亦为暴恶鬼啊，就是吃伤害那个活的人呢啊，称为罗刹鬼啊。还有一种是书怨人民，作其形象，以恶咒术而咒诅之。有的人呢就用写法呀，写上仇人的名字，然后呢用那个草木啊，或者用那个布包着棉花呀，就做一个人的形象，然后把那个仇敌的名字啊，那个纸条呢放在里面去，然后用恶毒的那个咒术呢来咒诅他。有些是用那个针呢，一边念那个邪咒，一边就去刺，然后呢伤害到对方。我们看那个《红楼梦》里面有讲那个贾宝玉哈，他也是有被这种咒术伤害呀。清朝的那个雍正皇帝呀，他也曾经遭受过这个法的啊，这个邪法的伤害。他那个儿子啊，要想夺那个皇帝的位置啊，就找人用这个方法呢来伤害这个雍正皇帝。艳媚古道也都是邪法了。艳是艳圣，以前那些做房子的那些泥木匠啊，他们很多会懂这个方法。给人家造房子的时候呢，如果那个主他嫌那个主人家招待不好呢，他就会在这个屋梁上面呢，或者在墙壁之间呢，就会偷偷的就藏一个木偶。他跟木偶之后呢，这个主人一搬进去呢，他就觉得家里面经常闹鬼，找不出原因来，居住不安呢。这个是属于艳圣呢。媚呢就是妖精呢，狐媚呀，动物成精以后呢来诱惑干扰人。古道呢，古道它又可以分为虫蛊和尸蛊。虫蛊呢就是把那些蝎子啊、蜈蚣啊、毒蛇啊，那些很多的毒虫呢全部就集中在一起了，集中在一个小范围里面把它们关起来，然后让它们这些毒虫呢因为饥饿啊就互相残杀，到最后呢就只剩下一只了，这一只就是最毒的了，然后把这一只弄死掉，把它磨成粉，然后呢将少许的粉末啊就放到仇人的那个食物里面了，或者衣服中间呢，就会让这个仇人呢就会七窍流血而死。七窍流血而死的呢就是虫蛊。还有一种是尸蛊，尸蛊呢就是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把一只活的公鸡就放在一个陶瓷的一个坛子一个罐子里面呢密封起来，把那个公鸡呢就活活就闷死掉。闷死掉以后的话呢，这个几天以后，这个被闷死的这个公鸡呢它就会腐烂，就会化为水，吃水啊。然后呢就对着那个坛子就念那个邪咒啊，然后呢以这个咒力和那个细菌的繁殖力啊，这个湿水干以后呢
就会它所形成的粉末啊就有剧毒。那么中这种尸骨的人呢，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他五脏就全部会烂掉然后死掉。其实几千年以来呀，很多的国家的人都会用这个方法，都会用这个写法。比如说哈，前一些年我们看一个新闻报道啊，说有一个英国的科研小组，有20多个科学家呀，跑到埃及去呢，就考察那个埃及金字塔。他们就把那个金字塔那个封木石呢，封木石就想打开，一打开就放在那个封木石上面就刻着那个埃及的那个古时候的文字啊，那个文字上面所写的内容呢，就是说打扰法老灵魂休息者，将令法老震怒而受惩罚，就刻了那么一行字。那个埃及那个皇帝叫法老嘛哈，那么他那个封木上面就写了这行字，就是劝阻那些盗墓的人呢，你不要进去。你进去了，如果你干扰了这个法老他的灵魂的休息的话呢，你就会让法老震怒，然后呢，你就会受到惩罚，你就会死掉。但是他们是科学家呀，什么他一个也不相信，还是把那个金字塔就打开了。打开以后的话呢，就考察呀、拍照啊这些搞了哈。结果一年之内呢，二十多个人全部都死掉了，而且很莫名其妙，在医院里面任何病因都查不出来。死的时候呢，就发现里面的五脏六腑全部都烂掉了，医院他们查不出任何病因来。其实这个原因呢，其实我们要说透就很简单哈。原因很简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古埃及人呢，他们也懂得这个尸骨的方法，他们也是用这个刚刚说这个方法把这个鸡啊闷死掉，然后就念那个血咒啊，然后呢他们就会把那个尸骨的那些骨啊，蛊惑的蛊啊，把那个尸骨的那个粉末呢，就会涂在金字塔的那个石头上面，然后把金字塔一封起来，封起来以后的话呢，几千年呢，这个细菌呢，它一直在里面繁殖，因为密封了嘛，一直在里面繁殖。然后呢，你只要把这个金字塔一打开，空气就会流通嘛，空气就会进去嘛，空气一流通呢，这种细菌呢，它就会重新活跃起来，然后呢。你谁进去了，他就会进入到这个人的体内去，然后这个人呢就会神秘的死亡了，其实这个中国古代的帝王啊，他那些帝王陵墓里面呢，都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护陵墓的，事实上这个就是燕媚古道啊，很多国家的人，印度人、埃及人、中国人。几千年以前他们都懂得用这些方法呢，一个方面是保护那个皇帝的那个陵墓，不让那些盗墓的人呢进去，然后呢也是会用这个起憎恨心的去害人呢，咒起尸鬼，就是用那个毗陀罗咒啊，对着那个没有腐烂的尸体呢念咒，然后鬼神呢就会进入到那个尸体里面去，让这个尸体呢就站起来就可以活动，然后就让这种就让这个站起的这个尸体呢在鬼神的驱使之下呀，就会去伤害仇敌呀。我们在那个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里面有讲过哈，有讲过这个起尸鬼呀，他们还有那种赶尸的方法，也是用这个起尸鬼的方式。如果以前交通工具不发达呀，这个人死于异乡啊，很远，要想叶落归根的话，这个尸体呢没办法运回去，也是用这个邪咒啊，让这个尸体呢只要没有腐烂，就会让他那个能够自己走动，把眼睛蒙起来，然后呢如果是有人专门赶这个死尸啊，就把那个尸体一个一个用绳子圈起来，然后白天呢就休息，晚上就走路，怕撞到人了，让人家害怕嘛，晚上走路的话呢，那么白天休息的时候呢，就把那些尸体一个一个靠那个墙靠着，就不能倒在地上去，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就有两个人赶尸，前一个人拿这个锣前面敲，后一个人的话呢就跟在后面，这样子把绳子拉着，这样的话呢，这种赶尸的方法其实都是用这种咒起尸鬼的方式，令断彼命，急坏其身，这些都是从憎恨心出发呀，明的呢害不到人呢，暗底呢用邪术用恶法呢来伤害人，断断
对方的命，然后呢伤害他的身体。事实上呢，这个都是因为人类的嗔恨心呢导致的互相残害。现在呢，那个科技进步了，但是人类如果没有提高修养的话呢，也还是会用这些邪法来害人呢，并且害的范围更大了。你看那个原来日本人占领中国那个东北三省的时候啊，就用生化武器，就用细菌战，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古道的范围呀。世诸有情，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彼诸恶事悉不能害，一切辗转皆起慈心，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个个欢悦，于自所受身与喜足，互相清灵，互为饶益。如果能够闻药师佛名呢，就能够让他们这个嗔恨心平息下来，就不会去做这些恶事。如果有被人用这个恶法伤害来的话呢，药师佛也能够加持他好过来。药师佛们那边也有啊，对治这些好像给人家用这些邪法呀、蛊毒啊伤害了的众生呢，或者恶咒伤害了的众生呢，那么药师佛们那边有一些方法呢，可以解开。以前那个苗族啊，大概清朝末年他们都是很用这个方法用的很多的。那么他如果是这个，他们那个很多的女子都会用这个方法。然后呢，如果是他那个跟他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呢，他会在他饮食里面放点东西下去，放点东西下去以后的话呢，如果这个他这个男朋友如果变心的话呢，不回头不回过来的话呢，一年以内这个五脏六腑就会全部烂掉，其实都是那个尸骨的方法了。然后他就会每一年呢，其实他再生病呢，就会每一年就会悄悄地在他喝的茶水里面呢，就放一点点东西下去，把那个解掉，这样子呢，就可以维持到一年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呢，这个都是用邪法的方式啊，人类因为贪嗔痴啊，老是呢会伤害到众生，伤害到其他人。那么呢，前面呢这个都是讲人类啊，因为愚痴，互相伤害。因为嗔恨心而呢互相伤害，这样子呢种种的丑恶现象。这一段呢就是彰显药师如来呀他的威神慈悲之力。如果众生能够听闻到药师佛的名号呢，就能够彼诸恶事悉不能害呀，就能够呢灭这些互相恼害之罪，能够得到安乐。这些被伤害的痛苦有情的众生呢，如果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万德洪名，就能够呢不被伤害，那些邪法那些恶事呢都失去效力，不能够再危害人啊，因为邪不胜正了哈。邪神恶鬼不管他有多大的力量呢，也比不上药师如来他的威神慈悲力，他的恒愿力。所以呢悉不能害，并且更进一步呢，药师佛还能够加持所有的人都起慈悲心呢，一切辗转皆起慈心，造成药师佛的加持之力呢，一切众生的嗔恨心恶毒意呢都消解了，彼此之间呢都能够辗转和睦相处，皆起慈悲心，利益安乐，互相帮助和利益对方，大家呢都得到安定快乐，彼此之间呢不再存有神老对方的念头，不会有嫌恨心，个个欢悦，大家都很欢喜很快乐，于自所受生于喜足，对于自己所受的果报呢，即使是艰难困苦也能够安贫乐道，在逆境之中磨练开发智慧。那么能够呢长生欢喜承受心，生知足心，知足常乐，不相侵凌，互为饶益，不再互相侵损欺凌，互相合作饶益对方，
那么呢，前面我们讲药师佛的名号啊，能够呢断众生的贪嗔痴慢的根本烦恼，能够灭恶啊。你看，因为起恶心，用种种邪法害人的呢，闻药师法都能够呢接起慈心，都能够转过来。哎，接下来呢是讲能够听闻到药师佛的万德佛名以后呢，能够得生善意，能够有种种的善法，也有四种，一个是得往生净土的利益，第二个呢是得上升天国的利益，第三种是得还生人间的利益，第四种是得转生大丈夫身的利益。我们看第一种好了，复次曼殊室利，若有四众比丘、比丘尼、乌波朔迦、乌波斯迦，基于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又能受持八分斋戒，或经一年，或复三月，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前面来讲呢，就是说能够断四恶得利益，这里面呢就是讲能够呢得善法利益，首先呢就是往生西方净土的利益。释迦牟尼佛又对文殊菩萨说呢，如果有四众啊佛弟子啊净，那么呢都有四众啊，比丘、比丘尼啊、乌波朔迦、乌波斯迦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啊，近世男近世女啊，基于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就是除掉这个四众弟子之外啊，其他信佛但是没有受三规五戒的呢，称为基于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他们能够呢受持八分斋戒，能够受持八分斋戒，这个我们要注意了啊。受八分斋戒呢，受八关斋戒呢，你可以不受五戒，但是应该还是要宣受皈依呀、受三皈依，或者呢能够受八关斋戒受一年时间，或者呢受三个月，就是正月、五月、九月，在那个阎罗王那里啊有一面夜镜，那么呢就照着四大部洲轮流照四大部洲，那么呢正月份照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然后呢二三四月呢又会照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五月份呢又回到我们南瞻部洲来了，然后九月份呢又回过来了，所以呢受持八关斋戒呢，那么正月、五月、九月这个三个月受的话呢，功德是比较殊胜的。